帮你，然后该下药的时候我就叫你，好，就这样。那你整个事情大概五到十分钟是需要的，因为你如果你要睡着，五到十分钟干这个事，那如果两三分钟没有办法，你需要钱的话，那是我们最后一个人讲。那你想的时候，如果你看手机，你关三分钟关掉，你是不是有啊？你是有关，对不对？通常我们都用黄金赛眼睛，用黄金赛眼睛，它就是一个比较，你会感觉一个比较比较适合的空间，让你比较安心在那个环境里面去睡觉，或者是很多问题。所以你一定要在那里休息的时间，有的人运动过后那段时间很累的时候，可能就这样。你在运动过程中听到一个奇迹，就会开始让你脑子里面开始想，他就想很多事情。可是运动里面有很多想不起的东西，你运动到那个程度你就知道，那个后面来的就比较。你发现你的动作有问题，角度不对，对不对？你就注意听。
是赚钱的压力很大，或者是交税压力很大，父母压力很大。那这个时候，你就是升到你头痛不舒服的时候，你就要休息。然后休息到什么时候呢？休息到我们下一次在做的时候，我们会做可以20秒、10秒再休息，对不对？我们20秒之后会稍微放松，做另外一个动作。做另外一个动作的时候，跟上去，然后再再一次回来的时候，再跟你可能再做10秒，你就这样操作就可以。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以后，当你的肌肉力量提升了以后，你那个痛点发生的时间再多一点痛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你要看清楚什么叫我可以继续撑下去，就运动训练的超载原则，你才能进步。另外一种是什么时候我不能够勉强自己的，这样子会受伤，要看得很清楚。通常我们都是用痛的感觉来支撑。那尤其是我们在做外力吸气的动作的时候，那个支撑手腕，很多人不会撑，为什么没有力？他们压力都在手腕上。还有就是弓箭步的时候，压力都在膝盖上。我们在做那个腿类像我们这样操作的时候，压力也在膝盖上。所以如果你的大腿没有力量，或者是你蹲太低，或者是你脚掌的距离不够宽，或者是你膝盖位置不对，跟脚尖的方式不一样，它会让你的膝盖可能会有痛。所以那时候你要稍微调整一些，要注意的地方。那重要的地方、重要的动作、重要的脚步，我每一次上课、每一次重要的动作，我都会重复讲一次。我不会说，我学习前讲过了，我现在讲不会。每一个动作的基本的原则，我每一次要教的动作，我都会再讲一次。所以你有好几十次可以去听那个动作的要求点，这样知道吗？好，这样子啊。OK， 那今天如果没有看到老师的，因为我们等一下是从老师开始。所以今天如果没带老师的，你的话你要擦，你不可以让他们擦衣服或者是垫子上，你要用衣服或什么把它擦掉，你就是不要让那个水珠在地板上，因为你一擦就擦掉了。你真的想把它擦掉，你用身上衣服，像我的头发这样东西，衣服要全擦，因为我不想要自己擦。哦，不想要自己擦，哦，你怎么去？这衣服是脏的嘛？是怕说你自己擦，但是汗擦完是什么用？说，我就找课当中，他跟学生的课代表，我被叫了。
何的教学方法，就是说我并不相信任何的跳舞教学方法是最好的，我从来不相信这一套，包括我自己现在教学方法，我也觉得是最好的。可是至少到目前为止，我感觉上同学接受度是比较高的。那所以我才用教学方法是我的暖身节奏比较慢，但是不是热的，是我用比较强的节奏来引导你的身体去做一些身体的节奏性的动作。然后那种节奏性的动作，因为它透过你的节奏是比较强的，所以人一听到那个强的节奏，自然就会想动。然后想动的时候，你就会放松，放松之后，你的肌肉、你的关节就会得到它的舒展，然后它就真正看到暖身。然后当它看到暖身的时候，它的效果是什么？就是你的运动表现比较好。只是用表现说，如果先去比赛，你的皮就没办法开，你的肌肉就会唤醒。你知道暖身的目的就是把你沉睡的肌肉把它唤醒了。就说，我同样注意了很大程度的支撑，我的肌肉需要撑力。是我的肌肉里面如果有一些肌肉睡着了，那我突然之间叫起来它就下来。我怕没有醒来，我怕这种剧烈运动就下来。那你唤醒肌肉的话，旁边的跟它一起的运动神经连在一起的时候，肌肉就一并被唤醒。同样的强烈动作，那你不能接受下去，是睡着的时候被你同时唤醒的时候会吓到，是不是会打？所以我们暖身就是用一些比较慢的，虽然比那个静态的动作快，可是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。然后慢慢的让自己肌肉优化，尤其是肌肉把它唤醒。那等一下你要做比较大的支撑动作、用力的动作，你就会它会听你的话，然后就算做的不是很好，它也会受伤。然后关节移动范围，我们在做这两个的时候，我们伸展是很重要的，我们会超过你平常伸展的角度，所以如果你们是做不够，你会怕，你会很痛苦。虽然训练还是很痛苦，可是那种痛苦是你会比较减少，因为你已经有做过。所以我们的暖身节奏，各位不要太大，因为有时候第一次开这种课程，你会觉得说，不是暖身是这样，不是，所以不需要去把这种课程界定说，这种课程就是向上课，其实没有。那是上课的人这样操作的，然后久了以后，大家就会认为其实没有一种教学法，没有一种课程是一定要怎么教的，没有，完全看你自己的接受度，然后看你的操作过程的对身体的感觉，像是啊。好，我们讲解一下这些动作重要的地方，请大家注意，所有手部支撑的动作，我们有不同的支撑方法，最常用的方法是整个手掌支撑在瑜伽垫上。当你手掌整个贴在瑜伽垫上的时候，没有这个动作，没有，如果这是垫子，没有这个动作，我们不可以用手指撑在地板上，然后我们要部分的身体的肌肉，没有，因为这样会有什么结果？像你的压力很大，你没办法做，对不对？只要整个手掌贴上去，然后四个手指还要打开，你看四个手指打开，手指头整个手掌包括掌根。所以，当我们说用手撑地，然后把力量往上延伸的时候。
好，先讲到手肘跟膝盖，所有手肘你认为要伸直的动作，所有松脚你认为要伸直的动作，它都有一个要求，就是不可以锁死的关节，全身容易锁死的关节就是头关节跟膝关节。这个叫做是，如果我们把脚伸直，这个叫伸直。你看哈、啊，至少感觉是直的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锁死是什么？锁死是这样，就是膝盖锁死是这样，这个叫锁死，这个叫伸直，这个叫弯，就很明显的屈膝叫弯。
的屁股的部位要稳定，你的缩腹就屁股就跑掉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有的人这样，对不对？缩腹，只有那个单一部位动，其他部位就不能动。所以调身体要这样调，知道吗？不然你怎么调过来一边？所以当我们讲到肚脐眼，那个时候的时候，你就要注意肚脐眼，那你要想到你屁股跑掉，好像这样啊。好吧，好，那我再来问一个问题，该说的都说了，如果有人上来问我，我怎么样？上次有说到机器吗？我们机器有吗？我会透过我们大学的机器给大家。那如果大家也问我，在我们大学有机器给我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哈。好，我们等一下下课的时候点名，因为今天讲太多了，我准备上课。好，好，对不起，一个最重要的跟我讲，我上过的课都是在讲。
所以这个时候，你稍微要好好学习，它并不是只
是为了走路而是下沉，上来飞飞透透你的膝盖，把膝盖保持弯曲，检查你的膝盖角度，脚尖的角度是一样的，两者的距离够不够宽，够不够缺乏，试试一个耳尖三角形。
膝盖微弯，让你的尾椎往后拉长。
让你的脖子和你的脊椎变成一条斜上的横截线，肚脐收好，骨盆平行地板，稍微支撑，双手的力量只有一点点，地板上，尽量把你的身体拉直，需要加强的动物加强，你的臀部可以掉下去，你的臀部可以高于左脚的膝盖，如果你的臀部高于左脚的膝盖，请把左脚再往前一点。Thank you.
膝盖屈，
好，慢慢的把右脚抬到空中。
前，慢慢的呼吸，双手自然的躺在身体侧面，大字，双脚的打开，或者是脚弯曲，或者是两脚都弯曲也可以，双手打开在身体侧面。我要把灯关掉了，所以你把眼睛。